连到了最外快的高利贷，卡都会陷入到我休息去混账东西，滚开！不要玩了，看来谁挺好的，是需要钱和张的钱，还是根本不需要钱的？说我走开，别跟我生气。其实我对这件事并不难过，这对我倒是一个警告，以后对于他的一举一动要格外注意。
你和你的同行要是不敢，你当餐桌上桌菜，就等于家黑店，要把朋友当要把客人当做朋友看待，饭菜该清淡才好。记为古人说得好，夫食之为商也，非生之为食也。对，听见这句话有点哦，现在想起他的姓名，你记着把这句话给我写下来，回头我用金字把它放在壁炉上。我一定办，一碗饭你交给我好，就你办吧，这样太好了，免去我许多麻烦。就该搭配一些不合胃口的东西，要比那肥肥的红烧牛肉啊，去做像点心。哟，你放心吧。现在大师傅，把我的马车准备好。等等，您这话可是对车夫说的。您说，我说把我的马车擦干净，把马准备好，回头赶集去。老爷，您那些牲口，他们饿得这站不起来了，躺在槽头，躺在槽头。哎，我不是说他们累坏，可怜的牲口不是累坏，这么说不合实情。您啊，这毛病都出在您这儿，您叫他来了，饿到最后，也只有皮包骨头、马椅子、马样子。什么活也不干，说病有病。什么活也不干就能挨饿吗？可怜的生活，他们多干活，最后还有的吃。您现在让他们挨饿。说到您这，我对这些牲口是很有感情的。我看着他们受罪，就像我自己在受罪一样。每天我都使着自己的口粮去喂他。老爷，对牲口都没有一点怜惜，您这心是不是太狠了？赶不上急，是沉重。哎呀，可是我是狠不下这个心，我如果我看他们那可怜啊，我用鞭子抽他们，我这良心不安啊！来，老爷，我们约邻居毕家里人来要车，反正他们需要你们给咱准备晚饭。那好，他们宁可死在别人手里，也别死在我这儿。啊，大师傅真是高谈阔论的能人。我们家先生还是水来无挡的高手啊！别吵。我就是看不惯这些马屁精，甭管他们干什么，哪怕是无时无刻的去查你那猫，只不过都是些拍马屁，都是些巴结逢迎。现在我听到外面的议论呢，我的心里难过。说到您，我对您也是有感情的，除去那些马屁，您就是我最心爱的人了。你能告诉我这里有什么话？他，我看我还是别说了。说了，你那么挠我，我不挠你，你学。我看十有八九您会生气的。不但不生气，很爱听。我喜欢知道人家是怎么议论的。那既然您想知道，我就跟您明说了。现在外面到处在议论，他们无时无刻不把您的吝啬当笑话，谈起您来，就像大鱼，就像大鱼。也是一样，刻薄的不得了。有人讲，您专给自己印了一些隶书，每到大斋和眼前吃斋的日子，您都加了一倍，好像全家大小多饿几次。还有人讲，您赶上过节送礼，下人歇工，就是捧茶骂下人，找个借口就不给他们东西。还有人讲，说我们家养了一只猫。他偷吃了您的一块上阳线，您竟把我猫给撞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像还有人讲说，有一天晚上您去偷魏主的荞麦，被车夫发现了。就是我之前的那个车夫，黑地里不晓得揍了您多少顿。您可是何时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现在我听到这些，我就非常难过。可是。是我，别人谈起您来，总是这样说您。他们一提起您来，就管您叫吝啬鬼、钱串子、财迷，还有放高利贷的。一个守瓜，一个混蛋，一个外高，不要惹得起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说实话，您会找我。学学你，讲话。